嗨，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Brent，欢迎来收看到本周的每周华尔街的节目哈。大盘在这个周我们又经历了挺多的新鲜的事情，有美联储的讲话，还有中美之间的会谈。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件呢，开始逐步的被市场淡化，影响性已经看来被降到最低了，因为原油呢已经好像没有太折腾了哈。那中概股这个出现了史诗级别的大跌，还有史诗级别的强力的反弹，估计也是个见底的这种模式，只不过是要接下来需要磨底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三大指数，三大指数呢强力拉高啊，除了周一下跌一下之后，然后就是四天暴拉，尤其是纳斯达克连续暴拉四天，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啊，赶在一个周里反正都出现了。行。那么下个周呢，我给的一个观点是看涨。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惊奇哈，因为呢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在看空的，看空之后这个市场连续四天的这个暴拉，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啊。现在的话短时间之内市场如此之强，这么厉害，它已经打掉了短时间之内这个二十周期均线的这个压力点，来到了50周期均线压力。虽然呢我上个周五的时候我是买了一些 SARK， 就是我做空了一些 ARKK 的产品，但是呢我也是短线局部上来讲，下个周咱们要关注两个大盘的这个位置到底是回踩还是以盘代跌。如果是以盘代跌的话，就不用讲了，市场就强得一塌糊涂，那就直接就得继续往上就跟着做多了。如果是回踩的话呢，这个力度可大可小，倒是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应该现在知道是50周期均线和20周期均线之间的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这个 spread， 所以你不知道它的回踩的力度能有多少。但是我感觉呢，一个比较终极的回调的这个力度就是30分钟的200周期均线，差不多呢是13800左右，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可以，这里呢我感觉是一个可以进场做多的机会。那么如轻轻的像我买的这个 ARKK 的这个做空仓啊，也就是看，也看会看看看 ARKK 吧，也就是看一个 ARKK 呢局部上，来这么一个轻轻的回踩。回调的多的时候呢，可能是60左右就可以了。所以下个周看涨的股票呢，我给一个UPST， 因为 UPST 呢，因为市场确认涨的话，这种二线的成长股，UPST 还是盈利的。我感觉它呢，就是这种所有类型的股票都会涨 ，Square、PayPal， 我挑了一个比较猛的，我感觉基本面啊、成长性都不错的东西啊，如果有机会回调到110的话，将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场的机会。下个周就是这么个看涨的方法，也有很多喜欢的股票，但是你已经进不来了，像 Tesla 这种涨得很厉害 ，NVDA 啊，大家都要防止哈，也不是不能不要防止这个，比如说270块钱是压力，它在这个日线级别上面达到这里呢，可能都会出现回踩，所以你说我怎么办？给这个方向做空，那还不大可能。啊，你说这个市场短线这么强势，你去空，你只能等它再给出一个弱势的信号的时候，你才能空，你才敢说，哎呀，这个市场好像是一个震荡行情。但是我们脑海当中要有这根弦儿，说可能会有这种下跌。那怎么叫不可能会有呢？那你把这秃了呗，就在眼前了。所以稍微关注这么一两下，所以涨跌还呢，我还是比较矛盾的啊。然后还得看这个市场，有一个回踩的力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才就决定那个回踩的进场点。如果说是一路往上走高，那咱们都没有做多的机会。如果是以盘带跌，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做多机会。但是如果是回踩的话呢，要看力度。它这个力度可大可小，有可能是50周期均线，有可能是200周期均线，30分钟级别啊，不知道是哪一个。那我感觉呢，能回踩到200周期均线，这个回踩就应该算是比较重的了。就怕老是轻微的一回踩就直接往上涨，就比较可惜。行，然后另外一个，牛市的一个标志是不可以太震荡，所以下个周呢，希望不要回调的太多，能把这个势头给整好，然后缓步的上行，希望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地方震荡的太多的话，也不是很健康的事情，希望是温和一点，这个市场整个的波动性呢降下来。
波动性降下来，然后市场再缩量一下，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是往上涨了。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也不是说，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很少见的，就是在四五日，在有3.5万亿期权被执行。被交割的情况下，市场走出单边行情，很少出现，极少出现，所以上一次这个市场出现过一次，然后是反转了，所以当这一次再次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没有理由再继续维持那么空的那个观点了啊，所以市场是不是反转呢？感觉像，走着看，所以给一个观点看多，看涨的股票呢就给一个 UPST，我们啊不能逆势而为。还是要顺势而为的。市场既然这么强势，我们谈什么做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看着这个图，是不是波动性降低，量缩下来，然后以盘代跌，还是回调的力度怎么样？我们再逢低买入，或者说是以盘整的时候再继续进场去做这个多头。千万不要遗憾，说自己哇，我没有抄到底啊，我好可惜啊，好遗憾呐、啊。市场假设说是反转，什么叫反转？反转的意思说这个产品要去新高。这离新高还有那么长的路，它这个地方再震荡整理一下，还有以后那么长的路去走，你就何苦急于这么两个这么一个极端的一个礼拜的交易日呢？这一个礼拜多么极端，有很多东西都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事情，中概股这种级别的暴力反弹，是不是？所以稍安勿躁啊，但是我们确实要顺势而为。行，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见，拜拜。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王下周预测啊，每周华尔街专栏节目。今天是3月18号啊，晚上10点，周五，西部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周的股市呢，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今天大家是十分十分的开心，问题也越来越多，话也越来越多啊，那说明这个市场呢，在这个美联储会议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坚定的一个上涨哈，那么对于下周来讲的话，我认为大盘呢将可能会继续的上涨。今天的暴涨呢是如果从波浪理论来看的话是三浪三啊，因为咱们的底部呢是2月23号啊双底接近啊，几乎咱们这一波周一上周一的下跌呢几乎呢十分接近了，甚至破掉了。这个2月23号的前期低，然后呢，咱们又出现了一波 rally，那么下周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回调，这是大家上车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从这个四浪呢，是从2月23号开始啊，然后呢一路的走高，那么 pull back 啊，将会到哪一个点位，什么时候进场？欢迎来大家呢每天关注老王的收盘视频，待会儿我给大家讲啊，那么下周呢，非常可能呢出现周二、周三呢、周一呢，因为我们这个三浪呢还没有确定哈，继续的这个是不是已经完结，还是要继续走高。很多朋友说老王这个数浪啊，越数越浪啊，其实呢这个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指标啊，因为咱们的直播间呢这一周呢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待会我会也可以给咱们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咱们本周的业绩，咱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那么下周呢会可能有一个 pullback，然后走五浪，然后再回调，所以一定程度上呢，我们下周呢可能是一个震荡市，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四浪进场，什么时候五浪卖出，什么时候大四浪回调的时候再进场。然后是大五浪，好吧？欢迎大家注意这个老王的每天的一个视频。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咱们在周四哈做的一个直播节目，这也是我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我认为呢大盘已经见底，所以如果说从周四开始我们每天做直播，今天呢我们不做直播了，因为是周五。周日晚上啊，希望大家呢注意老王的直播。然后呢，如果说这一个低点呢跌破本周的低点，本周一的低点呢，我认为这个牛市呢就已经结束，将会熊市的开始。请大家多注意老王的一个直播节目哈。那么我呢，基本上呢也会给大家呢
在每周华尔街节目呢会给大家指明方向，那么下周呢我是看涨，然后呢我看好的目标呢是 Tesla 啊。那么咱们在周三呢我做了一个节目哈，啊我比较大胆的预测呢大盘已经见底了哈。啊，那么朋友们问高科技 QQQ 可以抄底了没，我的坚定回答在视频内，欢迎反着做，卖靠海别数啊。咱们的会员呢跟我开玩笑哈，说如果跟着老王做呢，不要说靠海别墅卖不到，可能要买 Bronx 的房子了哈。那我说这个 Bronx 也有好区嘛，对吧？然后咱们再看前面的啊，我做的几个视频啊，希望大家呢每天呢多关注啊我的这个视频。因为上周呢咱们预测这个大盘呢我是认为下跌的，但是我也一直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老王的每天的这个视频或者直播。那么我在周三的时候跟大家讲，没印度神童预言时间之窗啊，我说今天的暴涨呢是不是啊牛市第一枪，这是周二啊。那我们已经周二呢已经提示大家大盘要走高，因为咱们的时间之窗呢很多朋友呢也因为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时间之窗呢3月16号啊其实已经提前一天，周二大盘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弹。好，所以本周呢我看好大盘呢继续的上涨，看好的个股呢是 Tesla 好吧。然后呢下周的经济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济报告的情况呢，下周经济报告呢应该不多的啊，周一没有报告啊，周二我们有这个新房销售，这不是很重要。周三呢，周四呢，周三啊，周一周二都没有经济报告，周四呢咱们有耐用品订单，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这显示出美国经济的一个强弱的程度。失业金人数申请其他就没有了哈，还有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业绩的情况来看的话下周呢集中了大部分呢都是中概啊，中概咱们看一下这个 earnings 对吧。那么下周呢基本上是中概股会比较多，周二我们看到盘后啊，周一盘后有 Nike，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每次业绩公告以后呢都有 10% 的波动，大约 Tencent 这是中概股。周二 Convair CCL 这个是游轮，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虎牙中概股。盘后有 Adobe 啊，这个股票也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周三呢咱们有这个EVGO 啊，这个也不是 General Mills， 这个是食品类股票 JKS。 然后盘后呢有 Triple.com 和 KBH。 周四盘后呢有 DRI， 这个是Momo 还有这个金山这一周呢涨疯掉了然后呢咱们还看 NIO 盘后好吧。所以下周的业绩呢不是很多，有相当一部分呢都是中概股，但是 Nike 啊还有Adobe 啊这些报告呢都会是非常重要。那么老王呢开发了这个820呢，本周呢由于这个对行情的预测呢非常对，希望大家呢如果想看到所有的每天的预测，哪天是回调到什么点位应该关注的个股，因为咱们如果说看上一周的这个直播节目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了滴滴啊，今天涨了非常的不错，我也讲了这个MULN 也涨得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希望大家呢免费的想看一下老王实力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呢每天呢关注 Chinese FM 老王的直播，每天的时间呢应该直播时间都是在晚上东部时间10点钟，西部时间7点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一周的咱们这个整个的情况哈，我们做了接近33笔交易，成功率 74%， 获利7252块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报。那很多朋友说，你老王的直播啊，什么时候在哪里啊？我们是在这个 Zoom 上面啊，我们今天赚了3630。如果大家想参加老王的直播间的话，欢迎大家加老王的微信啊，也有很多朋友写了这个电邮或者微信来问老王的下周的一个就是说一些个股的情况。那么欢迎大家加 ChineseFM168 的微信来加入老王的直播间，一天一杯咖啡钱。第二，你想知道820信号来测试你的股票，那么欢迎加微信。第三呢，获得820的视频，好吧，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啊，非常感谢，拜拜。好了，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个每周预测啊。那么正如我们上期节目所说的啊，这个大盘终于还是在风险落地以后，配合一个15日行情多头回补啊，放量，然后我们大盘见证了一次历史，2020年以来周内涨幅，对吧？我们的大盘一周涨了6%啊，我们的标普。所以我们这个涨幅呢，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真的出现了这种类型的一个翻转。虽然我们上周节目里面提到过啊，大盘随时有可能在跌幅这个满足的一个情况下啊，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在以一个比较好成本去做空大盘，或者说去下跌啊，继续有获利空间的情况下，大盘会有一个反弹。但是呢，实在是想不到这个幅度会超出我自己的所料啊，所以啊，可能我们可以踏空，但起码我们坚持到了。那么，鉴于大盘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 ，QQQ 呢也是周内反弹了1400多个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情呢，我们尚且还没有见到有一个见顶的迹象，可能在这个纳指方面啊，我们稍微欠缺了一些反弹的一些幅度，因为标普之前期是没有去破位的，对吧？对应两个指数来看的话，标普是稍微比较强壮的啊，我们的这个走完 high low 以后呢，是一个大幅度的冲高反弹，并且是突破了阻力的，而我们的这个 QQQ 呢，还离这个均线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如果说从整体的情况下来看的话，标普达到阻力以后呢，是有机会出现在周一、周二、周三这几天出现一个回调。那么在回调以后呢，如果我们前两天的一个回调并没有伴随着一个先冲高再回调的一个节奏的话，而是先回调再冲高的话，我们还是大概率能在这样的一个大阳线翻转的包里面继续去看涨大盘4500点的这个位置的，好吧？虽然上涨的空间也并不多了，但是我们前高lower high 的这个地方呢，还是能去到4550附近，好吧？所以只要我们在周一、周二、周三有小幅度的回调，我们还是能看涨。那么接下来看涨的标的，短期冲高破了这个日线阻力，然后我们下一个非常接近的目标点950块的这个特斯拉呢，也完成了我们上周的一个预测。但是接下来可能路就不那么好走了，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重。但如果大盘还看涨的话啊，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特斯拉作为我们下周预测的标的。好的，感谢大家观看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好，哈喽大家好，然后就说一下这个下周的这个相关操作吧。第一个就是 SPY 啊，今天尾盘的时候30分钟级别啊，这个有所加速，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大家要注意了啊，上面这个标普的这个4470左右的位置啊，压力比较重，然后大家小心一点。因为现在整体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之前大家做空了，可能刚刚止损，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下面抄底的这个一路上来，然后比较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下周如果是下面抄底上来的，然后这个压力位还是要减仓或者是做对冲，
那么如果说大家是没有上车的，那么关注 标普的这个波段30分钟级别21周期均线55周期均线的回踩，然后做买入啊。然后下周还是判断预期这个会有一个回调啊，有一个正常性的回调，然后所以看涨的这个标的是 UVXY， 好吧。然后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啊，那么又到了每周五的每周华尔街节目啊。那么本周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标普指数的周 K 线啊。那么这个周 K 线的话呢，是2020年以来啊最大的单周涨幅。从本周的这个周内走势的话呢，真正的变盘点啊，就是美联储讲话之后这个位置的向上突破啊。把这个总体的这个4800点向下的这个下降趋势进行了一个向上的突破动作啊，突破之后的话呢，也是一路啊小阳线的一路走高，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市场在很多的不利因素情况下啊，只听取了鲍威尔说现在的经济非常好啊，等等等等啊，只是听取了这一条，其他的话呢，比如说啊这个战争，疫情。啊，通胀啊，然后加息啊，和年内加息七次啊，然后年底要达到 2.9 啊，然后这些的因素乃至于加息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这个未来获利能力的影响，这些因素的话呢，市场都没有选择，只选择了哦，现在加息的力度比较小啊，但是呢，这个鲍威尔说了，经济挺好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作为我们的操作者来讲的话呢，这个跟大盘讲理是不可能的啊，跟大盘讲理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在这个美联储讲话之后啊，市场出现反转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我把这个空仓啊平了啊，这个本来还是赚了将近20%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位置上亏损啊，亏了一点钱走了啊，走了。走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就进入到了一个多头的一个方向啊。那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只能是服从于市场，市场的选择就是最有利于我们操作的选择啊。当然我选择这个品种的话呢，走的今天没有表现啊，没有表现。那其他品种的话呢，比特币啊，大盘好，比特币的话呢又向上顶了一下。那总体上来看的话呢，还是保持在40000美元这个上下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想翻转的话，目前来看，我个人感觉啊有难度啊，我还是对加密货币并不是太看好啊，因为大盘在这个位置上呢，虽然本周的表现很好啊，下周的话呢可能还能继续上行。啊，在4550点附近有压力啊，但是从大方向和位置总体位置上来看，长期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不能盲目乐观啊。所以基于这种判断的话呢，这种高风险的产品的话呢，做有精力做反弹可以，没有精力的话呢，就先放弃掉啊。那这个黄金和原油。基本上从现在来看的话都是冲高回落，但是呢这个俄罗斯乌克兰这个战事的话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虽然双方在谈判，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美国给乌克兰提供了8亿的啊这个所谓的防御性武器啊，从这个提供的产品上来看的话呢，还都是相对啊比较这个前卫比较尖端一点的哈，像什么有什么毒刺啊什么的哈，具体的这个名字我也记不住，但是呢从美国的这种动向上来看啊，它还是要让这个区域性的冲突继续保持的这种状态啊，没有一个出面调停的这种举动啊，所以鉴于美国的这种方向的话呢，总体上感觉这个区域性的这个战事的话，还是啊要有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感觉啊。那黄金和这个原油的话呢，现在短期之内有点冲高回落了，那后续的表现的话呢不确定啊，不确定。那因为战事根本就没有停止的迹象啊，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停止的迹象，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热度啊继续打，还是这个
这个升级，对吧？还是真正的能够做到握手言和，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从美国的这种啊这个军事援助上来看的话，短期之内可能还是要维持啊，短期之内可能还要维持。所以呢，这种黄金和原油对于战事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受这种战事的影响是最重的。所以说呢，不确定性呢非常高。那鉴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话呢，我们不给予方向上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远离这个啊战火纷飞的这些这个漩涡性的一个产品啊。那这是对于黄金和原油。那么鉴于现在的判断的话呢，下周基本上维持震荡，但总体周呢周线的话有可能上涨，所以呢我们这个判断大盘是上涨，然后推荐的产品呢是 TQQQ。但是下周在4550点附近啊，这个会有一个相应的反向压力啊，大家呢注意一下啊，在那个位置上呢，如果有多仓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啊做一下调仓啊。那非常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